议员哈，啊，那么呢，可能到时候提的案件啊，其实陈平武市议员对咱的未来的建设哦，嘛非常的关心哈。哇，咱出院里办公室请伊来陈情回看案件哈，我消费是120平。好，阿旺大家感谢大家多谢，好，阿旺大家看到了，这第二个我们办公室是吧？二楼不要你看。所以刚才黄辉为立委在讲的那个国产署的那个荒地啊，其实在我们里面我们都解决掉了。哦，那一通街十九巷，还有你神秘的边安市的抗体啊，有没有？一通街十九巷，看到咱松江路85巷跟77巷间的国发会的土地，本来行动微调的，现在喜欢拍回啊。好，一旦咱就注意点，咱就拜托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陈方安，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因为啊，甲咱陈副主席嘛，甲伊同约合作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弄条，啊，不然未来电力条啊，变电箱，吼、哦，内底头有7G，咱弄条6G，吼、哦，三个公一二九巷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建平138巷，啊，咱公园啊4公里等于3G，吼，啊，不是一通，伊个一通过65巷，咱拢甲算来。哦，迄就是讲，咱若讲一作为，吼、哦，这个政府官，哦，就是咱人民的福气啦。啊，若要倒摆作为哦，况且是咱出门的天高的白车，但是哦，咱嘛不气馁，哦，咱再不甲这个工会哦，看见咱来结合，哦，咱若够有相关的行动啊，甲你加帅，哦，咱嘛拜托啊，利用这个选举的机会来讲这个代志，我绝对不是安尼，哦，因为咱卖讲时间紧，但是不得说因为。因的动作天天都停啊！啊，这台球公司造价不输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讲前面出脚崩，那嘛不对啊。但是呢，还要了解讲，但凡对于黑箱作业、违反实际设计，就是这个部分。好，啊，咱今日真多谢黄海立委，咱们的资源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名单还是以后也在上，好、哦，还怕他的死哈？啊，但是要注意一些小秘密，咱那边都继续开干，咱就再来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